歌手张新杰深情诠释《酒干倘卖无》，接着铁肺歌姬李佳薇登场，一连合唱两首歌舞电影《妈妈咪呀》的经典歌曲，为10月20号登场的日月潭花火音乐节活动暖身。去年的经验让我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觉得很惊艳，然后这一次的主题更加让我兴奋，因为很多歌舞线，就是很多歌舞剧里面很熟悉的歌，就是会重现在舞台上。这个机会我觉得很棒。对，然后能够跟这么好的这个我们的乐队老师们，对，还有佳薇，对，我想说这一次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也要挤进去掺一脚这样。台湾大哥大第11年举办日月潭花火音乐节，今年节目再度突破，打造户外百老汇，并且以歌舞线为主题，邀请顶尖歌手、乐团、舞团参与演出，希望让民众享受一场精彩的歌舞音乐剧。除了一般我们有的这个交响乐以外呢，有歌手佳薇，还有王典，还有新伟，那我想还有台艺大的学生来表演这歌舞线啊，所以今年是跟过去10年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有这个跳舞的因素在里面。台湾大哥大举办这场免费参加的音乐盛会，10年来累计参与人数超过26万人次，不但年年都有创新元素，加上精彩的音乐响宴，也为当地日月潭带来活力和商机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尤翔廷采访报道。